Hey Jackson, how you doing, man? Joha, Joha, please! Joha, I love you! I prefer Urbanet. So, I need your choreography ability. We can create a very beautiful show. I see, I see. When I see you dance with the Kinjas, I was like, oh, Jackson's good. Good. I wish you, trust me. Okay. Thank you. 谢谢。我很喜欢你在舞台上那种散发的美丽。有美丽吗？有啊。我很喜欢。时间到，队长，请挂毛巾。等我，等我。哇，全都去啊！全都去了。Joha, you can't fit in my heart, right? Joha, please! Please, I'm gonna cry, please! Joha. 选好啊，他有可能选你。我感觉他不会选你，也不会选韩庚，也不会选我之前。那他弃选了吗？I love dancing. You know? Yeah. Okay, be your man. I love you.江浩，你 love 有没有？我早就 love 过他。这个真的有点紧张，如果赌中了，我跟你讲，我就出头天了。我跟你说真的，洪荒之力，我弄死，弄死人！还没给你香蕉吗？我唯一的希望，就是这一次报仇的希望，报仇的希望。还没给你香蕉？他没给我香蕉。请四位选手做出选择。黄子韬，韩庚，宋柔翔。第三轮只有一位选手配对成功。十二号何展成 Jump Hall you it's in my character I got to see Jackson Yee perform with my brothers the Kinjas on the opening show Jump Hall 何展成他将加入的战队是易烊千玺战队。易烊千玺。It was. Yeah. Your first choice is Jackson, right?You chose Jackson. No. 不好意思，各位队长。哎呀，有改变啊！有改变，有惊喜。庄汉吗？对吧？我就说他怎么可能选易烊千玺？怎么不可能？他还没有做出选择。Oh my god, that's not good. 你看易烊千玺。我给你激动了，你白白激动了。十二号何展成成功加入罗志祥战队，这就是命啊！刚刚我在送我。Oh my god！ Banana 有效啊！哦哇！So, who do you want? 小猪。好，开心的英文叫 happy， happy 到底怎么拼？ H A P P Y， happy。曙光又出现了，在那一刻我更觉得这个冠军相越来越明显。给我拿根香蕉来，我也要三根香蕉。我要三根香蕉。
第四轮开放的房间号码：35号曾桃林，19号孙文君，18号刘野，5号韩宇。韩宇，韩宇，你一定啊！计时开始。你要是不来，我真的歇掉。现在你队里选了谁？一个都没有。我现在已经脑子乱了。没关系，就让他们去排队找韩宇。你觉得姜浩的难度高还是韩宇的难度高呢？嗯，韩宇，我有把握，因为他师傅在我手里，他师傅在我的 team。我还有什么呢 ？banana。在那四个名单里面，我会把毛巾给你。对，还有韩宇。韩宇，我觉得其实我跟他交流。心里是不是有选择？因为我来这个节目其实是冲着子韬来的。嗯，我当时我在海选里面也说过了。其实这四个人里面，我唯一选择就是你。我会把毛巾放在你这儿。韩宇是全能选手，他对音乐的敏感度是非常强的。我也想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选手。哎，时间到了。哎，你刚刚把我赶走了是吧？没有啊，这换我把你赶走了。这不是我啊。时间到，时间到，时间到。OK， 赶紧关门 ，Close my door。很困扰，我告诉你，我就仅仅两分钟的时间，第一个新闻科在我手上了，他已经选了我了。我觉得你们一定要组在一起，默契太强，这样我们才可以拿冠军，你懂意思吗？你现在想选的十个人是谁？你，就是这个战队十个人是谁？你现在有江浩、袋鼠、鸭子。对，还有你，强不强？我强不强？你相信我的眼光。香蕉，我只给我要的人，我跳 locking 的，你懂的。我知道。之后有可能要一起合作，一定要合作。那合作，我们身边一起来做一个哇，哒哒哒，哇哦！想到我都兴奋。老师，这个香蕉我先拿着行吗？不行，要吃。你刚刚你师傅就吃了。因为我来这个节目，我今天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冲着黄子韬来的。这个不是冲谁来的，冲你舞蹈。老师，我能不能考虑一下？真的，我一定过你这里，你不要让我丢脸。紫色毛巾，香蕉你也拿了，好吗？我希望你一定懂跳舞的人。你吃了，我会挂。又是四个人挂。44个人挂，请四位选手做出选择。我选罗志祥、黄子韬、易烊千玺。第四轮只有一位选手配对成功。Oh my god！ 5号韩宇成功加入易烊千玺战队。你说了什么呢？就是。我没有说什么，这么酷，没有，聊了一会儿。哎，也有个顾虑，就是你对我的老师印象怎么样？我亮亮，可以啊，我觉得特别好。就是今天我想跟我老师就是绑在一起，因为出来的舞蹈就可能性更高一点。明白。你觉得亮亮会选你吗？我就在等你，是吧？你在等我？对，真假的？亮亮说：“老师，因为他让我跟他一起选你。”什么？因为现在就是这个趋势走下，肯定是比起舞。然后，就是他是看着我长大的，所以我们两个默契程度。看你们两个长得也好像。对，我们俩默契程度就像法国那个 Les Mis 一样，他让我一定选你。香蕉，不要，香蕉，不要。谢谢，太感动了。我还是吃两口吧，饿死了。我也想跟你排拉提琴，但是我还有一个师傅比鸭子更早。
你吃了？完了，我还是不吃吧。易烊千玺。因为我当时是没有想他信心的，但是进去之后他说他在等我，然后我特别惊喜，特别特别惊喜。你说你们选的人好，都死心塌地的跟你们了，我选的人跑过来跟我犹豫了一顿，好跑别人队里。你说我这心能不伤心吗？